手要洗吗？闻一下，闻一下。都非常担心日语的技术。为什么担心？他不会拍照吗？哇，这个去打了。记者为是正在老虎堂喝饮料的乐天女孩，谢谢现场记者的报道。Kevin 要把粉红色穿里面。我刚刚穿衣服的时候想说，怎么了吗？然后你们搭配领子，你们让我要把衣服穿里面，我白痴啊！好哟，怎么样了？好像还不错啊，可以吧？好像蛮满的，喜欢吗？准备出发去天使球场。你是台湾人吗？哦、对，我是台湾人。谢谢你的礼物。欢迎来到爱南海。谢谢你。壮壮，我们到了哪里？我们到了天使球场吗？大谷翔平，我们来了。现在天气应该是15度左右，非常冷。在想晚上应该会更冷。超级大，好漂亮哎、欸！真的，很美，对不对？等等的表演，加油！女孩休息室，哇、哦，有沙发，可以睡觉了。等等要去采访了。我要开打击床，超开心了吧！我昨天在迪士尼没买的钱，今天都在这里买掉了。是环球，哦对，是环球没买到的。我看你的袋子，我买了三件球衣，两个包包，真的开心。现在要去看球。Here's Ohtani, left-handed slugger. The bat of Shohei, back near the wall, Duran, it's gone! Shohei to the opposite field!就是要来下班，就是来这边营救营收休。可以不要破音吗？喝太多酒了。他们现在活动结束，离开现场，很多人。谢谢。真的没有想过有机会可以来美国，然后是来表演。那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再来喽。早安，第四天，今天我们要去普格尔的美国。美国什么？
的总部迎接我们 ，Welcome， 很漂亮，上面还有那个普格的图案，还要请 DJ 耶。工作也太糗了吧！我也要来工作。好漂亮，真美，气氛佳。天哪！哇哦！香香到哪里都可以开，什么都难不倒他。我们都非常担心日语的技术。嗯。会拍照吗？壮壮找到比你烂的人，太烂了！拜托，包包，啊，可爱啊！好大哦，舍不得下来哦。刚刚说你像什么？蝴蝶犬啊！哦，有哎，所以大家说我像狗啊？有哎，蝴蝶犬，骆驼就是骆驼啊。不是，那只是因为名字吧？嘴巴，嘴巴，咬一下东西，咬菜。你就是，然后壮壮是猪猪，迷你猪，好像，好像啊！你可以公公。对呀。他刚刚说戴眼镜什么？小鹿。鹿啊。鹿啊。马里奥，马里奥。马里奥，马里奥，马里。灯笼鱼。像胡蒙，胡蒙。觉得还好。好像哦。有点像灯笼鱼。不可能是我的脸圆圆的吧？很适合前面吊一颗灯。你是灯笼鱼吗？好可爱哦。比佛利山庄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我喜欢你，好可爱啊！到了第一次发抖，好可爱，白里又是灰色的，拜拜，漂亮哦，好美哦。才走不到200张吧，重点是200张吧。星光大道这里有满满的巨星的，像小丑，那个。Hello， how are you？ Hey， Hello， my name is Aviva。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舞台。好远啊，先卡一个。啊，好棒好棒，自己玩，好尴尬。来，这边代表有来过好来的，今天很幸运是可以看得到的。谢谢壮壮，谢谢壮壮。已经融入了美国喽，没错。谢谢你姐领队，每天都有。请为大家介绍一下，是正在老虎堂喝饮料的乐天女孩饮乐。是的，饮乐，请问好喝吗？好吗？嗯，好赞，好赞。好的，谢谢现场记者的报道。Really, thank you. I don't know. Taiwan, Taiwan, yeah. 真的啦？他说 We are， 我们是 idol 对不对？他不相信 ，Really？这间超好吃，大腿一定要吃，马西手哟，马西手哟，来找小灯泡拍照。今天谁很想来？一直有一个人说要来，我。但是真的看到网络上很多人有在这边拍照，而且白天很好看。是最近，好漂亮哦，晚上超美的。但是大营的 show time。